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和鹿子，我们要双人组队来一场史诗级的建造模式，看看如何让建筑师艳压群雄啊！史诗可能是史的史，也可能是史的史。我们这边有个 team， 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有 team？ 是这个吧？是啊。咱们进这个呗。进吧。下面这个，别点错了。哦，进去了吗？是进来了吗？啊，进来进来了，看到你了。哦，来宝贝儿，来了，这儿呢。你好白哦，是吧？你好白哦，跟我本身也很像啊。你好黑呀、啊，好黑哦。你为什么？我是个男孩子。你为什么搞得这么蓝？嗯，我是个美少年呢。我们组队人好少哦，组队人有点少，要等一会儿。这啥意思 ？Apple 就是选择、啊、等等选择那个发那个东西。Summer 啊，选这个啊。啥成啥呢 ？Apple 啊，这个好。Apple 的话就是苹果嘛，对不对？哎、苹果一样红的。你拿个苹果在手里，你拿个苹果在手里，然后这样可以看着会打会好方便。苹果，然后我需要一个棕色的，咱们做一筐苹果。啊？苹果？我们咱们难道不是要做圆的？好看的。要做圆的。咱们做个立体的，还是做一个方形的？做一个那个平面的。平面的话就比较好做了嘛，立体的比较难。先起啊、那我来起，那我先起个底儿吧。那先好吧，我靠，不是用这个红色吗？总是苹果好看，好吧？好吧，羊毛红吗？这是、那个、这是地基，这么高够不够？够够够够够，看情况吧，宝贝儿。我来铺。你从下往上是越来越多的啊。我知道。我靠，我在干什么？我是从上往上往下铺是吧？嗯，可都可以。我有点要，我觉得我铺圆的技术还可以吧，但是我老是啊这个。你不能这样怕时间不够吧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要做这么大吗？做个小的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一点的。这个不是最最最圆的这个地方吗？然后接下来是往下，我把框架给你扩出来，好，差不多吧？你看。这个地方差不多 吧，我看一下、啊。Oh my god， 差不多吧。那咱们俩颜色不一样，哇，你这个好大呀、啊！这个不大吧？这样子，这样，来，我换个颜色，我换成你那个，到时候把那个颜色铺下就行了。你用的什么红呀？羊毛红吧？是那个啊？橙色硬化土？不对，粉红色硬化土。红色硬化土。好的。太大了，宝贝儿，你这太大了，真的太大了。不大吧？好、哦，那把这个去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赶紧填，赶紧填。看一二两个，行，这边也是两个。其实我觉得我圆铺的不是很圆啊，你不要太在意，好吧？我才不会在意呢，因为我也是个菜鸡。来，这个是轮廓啊，我给你把方形轮廓打出来，然后你就把这里面填好就行了。不用填好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不打地基啊，你不打地基怎么可以呢？差不多个圆就行了。为什么左右不一样啊？有点尴尬哟。没有关系，基础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不行，这样子强迫症。好嘞，这样的话圆还能苹果还能小一点。我已经开始往里收了，宝贝儿。好的，收吧，就这样。好的。其实原本吧，刚开始还是挺好看的，后来就越来越不行，越来越不行，盖着自己都迷了。呵，这还有四分钟，还有四分钟呢，这个时间用的好充足啊。对呀，我靠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已经被自己铺的圆，你铺吧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把上面那个什么做出来。都看不出来是个圆了，宝贝儿。咱们做的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圆了。那你想办法。想办法你把你那些辅助线去掉吧先。我把那个什么做出来。苹果这个头可以吗？我你这个太跟屎一样，这个头真的。那本来就是巧克力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咱们再给它铺点绿叶吧。为什么咱们这个圆怎么越来越竖了呢？不是，为什么做出了恶魔果实的样子？也不错啊，恶魔果实也不错啊。我们还要在上面铺一层叶子，假装这是叶子。要铺亮光啊，我要铺亮光。哎，这样的叶子挺好看的哈。
把这个去掉好不好，宝贝儿？这个好丑啊。好的，你随意。这叶子怎么这么怪呢？这样子菱形的，哎，叶子好了，我苹果的叶子已经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告诉我，咱们是不是得围着铺呀？到底怎么铺啊？妈呀，这个太高了！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个苹果太高了。咱们弄蛇果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别加了，别加了，宝贝儿，别加了，别加了，上面就应该是个圆，上面就是个封顶了，已经。哎呀，笑死我！哎，加油！我在下面铺一个那个什么苹果吧，平面图，加点分儿，好吧？行。是吧？要不然的话，会挂的。铺圆交给你了。咱们这个太不圆了。咱们造的是蛇果，不要纠结那些事情。我们是恶魔果实，真的。对。我想加点那种什么亮光之类的样子。笑死我了！哎，哎呀，就这么着吧。我给你加点，你用的是绿色羊毛吗？哦，你用的是粘土啊？我看一下，全用粘土了。粘土，绿色粘土。哎呀，拿错了，要了亲命了。没有绘画功底的人，要了亲命了。咱们做的真的是个恶魔果实哎，宝贝儿。我错了，一个好像是不没有物体的东西。行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我来补，就补救一下。你走开。我觉得上面那个苹果的瓣儿应该是歪的，不应该是直的，这样子还比较像一个苹果。你这个苹果怎么就不管了呢？完了，那个就这么了。刚果，你这，我在这边拼一个 apple， 强行是 apple 是吗？啊，假装是 apple。怎么这个做跟灯笼一样，你没觉得吗？啊，这是个 A。apple 不会写。apple 啊，宝贝儿 ，appappappp， 叔，啊，哒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个，哎呦呵，这什么玩意儿、啊？这啥、啊？这是有蛀虫的苹果吗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实事。OK 吧 ，OK 吧。我给传去苹果树哎，哎呦，这样也可以嘛、嗯？这边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是大苹果吗？啊，这个苹果好看呢，哎，挺好看的。这个也好 看、啊、这个啥，哇，这个也好看，哇，看人家做的这个，大家说的简直就是屎一样的，这是啥，这是啥，哇靠，这是个人哎，拿了一个大叔哎，六，这个给屎超六，我靠，我挡在树上了，被困住了，哇，掉了一个大苹果也很好看啊，为什么还有桃心呢，棒哎，我靠，厉害呀，棒吧，哇，这个就不能给棒了吧？这个只能给 OK 了。就史诗吧。啊？粑粑的那个史，金苹果，金苹果、哦、，OK 吧。我觉得咱俩、可能要垫底儿啊。有可能啊。怎么装的？那苹果太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它这个杆儿太长了吧？差评、传奇史诗。传奇史诗。这啥？哇，这什么？哦，可以给差评了，好开心啊！给差评，咱们应该不用会垫底了吧？应该不会。哎呀，我卡了，到了，到咱们这儿了。到我们了。啊，咱们做的还可以，立体的嘛，一个立体的，一个平面的嘛，做的很不错啦，对吧？哦，人家一个青苹果，一个红苹果。哦，棒，给个棒。OK， 喵。这个啥？嗯。啊，这是苹果树吗？苹果树加了一颗、啊，还长虫子了，好搞笑！一个棒好了，棒。我靠，我给了一个差评，这又是苹果树、啊，这又是苹果树。他们为什么老爱建苹果树啊？苹果就是苹果嘛。
对呀、啊。啊，我真是第13名。一共多少人？不知道。一共多少组？哎，这个 PPAP 真的很厉害哎！对呀、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好厉害！厉害了，我的哥！哎呀，走过去了。咖啡啊，那又是一个圆杯子吗？白，嗯，白的，白的，找那个什么？找那个白石英，白石英。然后巧克力就用灰色印花土，还是要巧克力啊？咱们做好几杯吧，我先做个杯子出来，你不要打断我。我在你旁边做，你先做一个茶壶。对，对对对，你可以做一个那啥，那个什么，做个那什么。黑色的，咱们做个黑咖啡吧。Coffee， 嗯，做个 coffee。你这不得把那个杯子的把儿给做出来吗？我先看一下怎么做个圆好不好？给咖啡。你可以做一个你的杯子，你可以做那种星巴克那种杯子，那就那种树杯子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可以做个那样的杯子，然后我做个这样的杯子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对，那就是绿色的星巴克。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用羊毛呢？不知道，可能之前就喜欢用羊毛。羊毛不好看，我觉得石英好看的。星巴克的杯子不是绿色的吧？啊，对，都行吧。你这杯子行不行？你看。哦，好大呀，底儿那么小。你要么就做一个盘子。我要做盘子，肯定要做盘子的呀。下面的盘子。嗯，杯托嘛。呵，对。对，怎么样？你看这个杯托，这个杯子好好洒呀。杯托，我看一下啊，杯托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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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做的这个杯子真的好好简单呀，压根就不像星巴克，好吧？咩！捶你胸口，大坏蛋！你好讨厌。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吸管出来。嗯，对。吸管长什么样啊？什么颜色的吸管啊？彩色的吸管啊，彩色的吸管，做个、弄个红吸管吧，红配绿，珊珊的。啊，那就这么塞，你就拿个红的塞呗。然后弯一点，弯一点，弯的，这不是弯，这样子。Wonderful。它不能这样。你要用是棕色的，用棕色的什么做的呀？黑色的咖啡。我这边是灰的。行了，这是吸管。好了，我的这杯咖啡做完了。哎，太水了，实在是。你的杯沿能不能再大一圈啊？杯沿，我的杯沿再大一圈。对呀、啊、我给你加一下，加个杯沿。哎，好的。这也太大了吧。它上面就是要那不是那种杯子吗？嗯，然后把里面的这个整个去掉，然后换成那个什么咖啡。对吧？你用的是什么色呀？我用的是石英。哦，行了，简直就是来给你捣乱的。刚刚还能像个杯子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对吧、嗯、我是不是还有哪个位置没有填满？差不多，对啊，下面应该很窄才对，下面和上面应该一样吧？哪边？星巴克那杯子实在是。Oh no！ 我是再画一个平面杯。这么做的，这么做不好吗？给你加个白色。好的。这种彩色的吸管怎么样？还做个平面的，你要求好高哦。那不咸吗？好吧，这是平面的，很好做嘛，对不对？没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不应该是弯一弯的盘子吗？啊、不是，我在吐槽我下面，对，它下面这个盘子应该是弯的 ，wonderful。对，
是的，是吧 ？Wonderful， 这样子，这是杯托，是吧？这个中间是要空的，然后这是阴影，阴影。哎呀，厉害了，我的亲，这到底是啥东西？然后咱们弄一点白气，假装这是烟，是吧？对，可以假装白气，不是它有特效的，它可以有特效的，但我不用。那不就结了？我不会用那个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感觉下面这个做的好呀，这个，它我看一下怎么做那个白烟那个特效，我不知道怎么加呀。那个粒子效果，有个水什么效果？水滴效果，气泡效果。有人知道怎么加吗？有人知道怎么加吗？用栏杆，栏杆什么意思？栏杆当热气腾腾吗？它当那个毛线也行，当毛线团也行。哎呀，乐死我了！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特效是怎么加的，有毛线吗？不是，有那个线团什么的，我看一下哪儿呢。好气呀、啊，找不到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加的。我正在写中文，管他们看懂看不懂，就他们假装是一种高档的艺术。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咖啡这个不是立体的这个做的蛮好的，立体这个做的太差了。哎，怎么样？飞！还有30秒，我去看看别人的。嘿。哦，对面做的不是咖啡，他们做的啥？有人做的不是咖啡啊？咱们难道审错题了吗？不应该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面我们有一个地方做的不是咖啡，做的是个小岛一样的地方。小岛一样的地方，马上就能看到了。好的，咱们一下做了4幅图，也很不错吧？对，超棒的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啥？这啥？啥史诗？不认识。哦，这是 Cappuccino，哦、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小人头。哦、对对对，懂了懂了。这是啥、嗯？这个是啥？我这是这是啥？这个看不懂了。我这就给你个传奇史诗。Help！ 他说的我的 What help？ 这是什么？这啥？咖啡。棒吧。还有咖啡丝。棒吧。OK。这个是啥？这个、是哦，那个是茶杯哦，一点都不像哦，这是咖啡厅，懂了。哦，好吧 ，OK 吧。这啥？哦，热气腾腾的咖啡。哦，嗯、好吧。这个效果，给你看人家有，咱们要有的话肯定也很爽哎。嗯，我不会。哎，人家还泡沫哎，哇。哎，这咱们的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好大、啊。这是啥呀？就咖啡一般般吧，就 OK 吧，勉勉强强。这啥？这是啥？咖啡。好这咖啡也太大了。这咖啡要太水了。差评啊！他这个是一缸子哦，那边还弄那个卖的，还不错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哎，是咱们的啦。看啊，四种，看你任君挑选。对。哎，人家这个也还好，就怎么着都结块了、哦、也可以做哎，这个都结块了。哦，用蜘蛛网可以做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没找到蜘蛛网。哎，我卡了，好像。不要着急，很快就好了。嗯，好的，我回来了。这是啥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还有甜点哎，棒！喵棒！甜点是什么？哇，里面居然放了，还有红色的咖啡。热可可吗？热可可吗？给个史诗吧，人家毕竟是个，还是个那啥。这么大呢？我靠！对呀、啊，好大的。第一名，哦、第一名居然是这个，咱第几名？第十名。第十名啊，是第十名 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？ 可能是咱们做的太分散，他没有从最高处看，对对吧？对，我又卡了啊！为什么选这个？这是什么呀 ？Music， 这是什么？你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气球吗？好像是气球哎，啥呀？气球吗？叉叉叉，赶紧叉！这个气球是吧？应该是气球，我觉得应该是气球。那咱们就咱们做平面的吧，要不就做一堆那个算了。嗯
不，我对这个圆形有执念。那你就建一个吧。咱们做个热气球还是做个什么气球啊？热气球太大，弄一堆小气球呗。不，你要做大气球啊？那就红白气球，我给你添白条条。我先做个那个小那种什么那个小网网什么之类的，我们做个气球，你懂吧？就那个框框那个，你懂吧？框框什么？热气球不得有个下面有个框框吗？对对对。为什么着不了火？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着火的。有啊，有特效，是有特效的，但是咱们早不会搞啊。其实搞热气球不太好，因为毕竟人标题是气球。没关系，热气球也是气球。好的，宝贝儿，你干嘛呢？快上来。哦，你这啥？哦，在这个中间要建一个那个什么吗？我说能不能扩一下呀？不要扩太大，我们要做气球啊，宝贝儿。我们上往上的人呢、啊？得有一根绳子上去，对吧？这个绳子怎么做？你自己看办法。要不你做那个，你用那个做，用那个栅栏做旁边四周吧。我把这边拦一下，我就开始做那个了。做气球，做什么气球呢？做红白嘛，红白相间的嘛，最常见的。OK。你画白，我画红，你用什么红？就反正就是那个粘土红吧，粘土那个红色。为什么不用羊毛？羊毛更鲜艳点啊。好吧，那你用羊毛吧，我找一下那个白色。我用羊毛红，羊毛白。羊毛白在哪儿了？我看你赶紧弄，我要一会儿点火，咱们要把火点起来。哎，这边你没圈起来呀？我没圈，我等你圈。这，好吧，我先。它是竖条的，对你先往上弄。哎，我靠！哎呀，你干嘛？因为它是红白相间的呀，对吧？竖条嘛。竖条的是吧？你要弄竖条的是吧？对呀、啊啊，你先围吧，你往上围。你看着天吧，好吧。你看着天吧，你看着搞好了。你先往上围吧。你围上第二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子了。我就站在这儿给你围。好好好，能现在能看出来吗？能。但是感觉我每次弄都不太圆哎，哎，这样啊？对呀，啊！再来一层吧，再扩一层吧，宝贝儿。你先往上弄，往上弄再扩吧。往上走。往上走扩啊，气球是往上圆的嘛，又不是往下圆。对吧？对对对对。你不觉得咱们进度有点慢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慢。都是手残，主要是，都是手残。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要太较真。好吧。再来一圈吧，宝贝儿。好，你已经按着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还有三分钟。没关系，来得及。咱们这都已经好认真啊，现在。对呀，太认真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样行不行？差不多了，再来，我可以竖着来这么一排了。对，就不用扩了。对。咱们这个工程好庞大呀，终于做出个庞大的工程。对，怎么刚才一直水水水？对，哦，对个毛线啊！我靠，不小心把你的，赶紧收顶，再不收顶的话会挂的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来不差，还要估计还再来一圈，咱们这太大了。你先按我这个，我先铺吧，要不？
你先按我这个白色先围，再围一圈吧，先封上顶，然后再改色吧，要不然回头完成不了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好呀，好，差不多该收顶了吧？收了吧？你开始围，你开始收顶了是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收顶。你往里面来一格，然后收吧。就一人往里走一格就行了呗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从这边开始。好的。哎。哎。好，我从这边开始往上收。对，往上收。还有一分钟呢，感觉咱们这个洞有点庞大。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应该来得及。不行，我得把下面那个棍儿拆了，要不然的话。你去用那个，你去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栏杆，然后架一个出来。好的。架上来。然后你去做个火吧，宝贝儿。我不会做火。嗯，就拿个点那个燃烧石，你知道？哦，还有30秒，快，宝贝儿，快上来！我手速不行了，啊、宝贝儿，快快快快，来快来快来！你先把下面搞好就行了，啊、我应该来得及。强行封顶，我的妈呀！好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完美，挺完美，完美的，完美的。哎呀呀呀，这个超不好弄的，啊！快，我还有一个没弄，还有俩没弄。哎呀啊 ！Oh my god！ 四，好好，还有一个呀啊！啊 no！ 我做成什么样？哎、啊，他们也是这个啊？啊，好吧，差评，跟咱们坐一块儿，坐一样了。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我这个强行封顶，封了个平顶，哎、他们都是这个呀。跟你想的都一样。对，想法都一样。这啥？哇呀，哇，好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差评，不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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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评。先放到差评。这个啥？这个还 OK， 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最起码像个样子哈。对，像样子，我觉得我们做也是可以的，就是顶没封好。哎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看棒不棒？看棒不棒？对吧？挺好看的，棒的，有没有？啊，给个第一呗，玩一晚上了。是啥？好绿啊、哦这个，绿色的，绿色的，也行，绿色的气球。我们给个绿色吧，它既然是绿的，我们给个绿吧。好吧，这个是红的，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啊，差评。妈呀，我又卡了吗？啊，红的，红的给红的吧。嗯，红的给红的，红的给红的吧。这个还行吧。嗯，这个给这个还可以，给个绿的。哦，他们跟咱们做一样、哎，火箭起来嘞、嗯、，OK 吧？这个蛮好的。为什么都做了这个热气球，没有做气球？他们是觉得，哦，这做了好几个、啊，居然。哎，这个好看的，感觉那种像空岛一样。嗯、对，好评，好评，好评。好评，哎呀，我们第五名，哦、哎，第五名还可以、啊，终于进了前五了。对对对，进前五了，鼓掌。哟，好。哎呀。宝宝，宝宝来了，叽叽，好了，叽叽，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建筑呢，嗯、请在评论区打123啊，我们一共建了三个，你们最喜欢哪个？是三个吗？不知道，四，管他那么多呢，反正加评论吧。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期啊，没有抽奖环节，大家想多了。好，我们在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村长。